大家晚上好啊，现在刚刚是我们的6点钟的时间啊。通常呢，我们周三晚上是两位同事一起给大家做直播。那么现在的话，由于时间的和我们同事啊，悉尼同事做了一个调整啊，那么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做的是网课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明天呢，我们将给大家进行的就是直播的环节啊，是由我们悉尼同事，所以大家呢跟我们的同事啊、小助手啊，或者是各自的投资经理确认一下时间啊。那么目前呢有这周啊，本周是有时间上的调整啊，一个微调。今天呢是9月9号啊，日子非常的吉利，也是由我给大家做今天的网课内容。网课呢相比于直播啊，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实盘上的讲解啊。那么直播活动中呢，更多的是给大家多方面观点的一个碰撞啊，有人看涨，有人看跌，这样的一个市场才更加的健康啊。有人给我一个提问啊，说这个辛苦了，谢谢。因为上周呢也基本都是我给大家做的这样的一个网课和直播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有任何的对于投资产品或者是目前的金融走势啊，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的小助手留言啊。比方说想听到什么样关于什么样的一个分析啊，想听到关于美元的一个分析啊，想听到关于黄金的一个分析或者是某一只个股的分析啊，不一定总是要在我们网课或直播最后啊才提问，可以提前啊问一下我们小助手，让他呢把我们大家所有的这个疑问啊疑虑放在我们网课之中，给大家作为一个解答啊，这样我们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提前去准备一下。比方说悉尼机场，对吧？前天出了一个公告，结果股价下跌了2天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如果提前啊咨询一下我们的小助手啊，那我们就会跟大家提前啊做出一个提示啊。有了这样的提示呢，我们在入场的时候就会稍微谨慎一些啊。比方说我今天买一点，明天买一点，总比我一天全部买光了，把弹药都打光了要好一些。股票市场永远是分三次进，是比一次进要好很多啊。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进到最低价啊，那基本上跟中彩票的概率差不多。所以说呢，当天啊或者一个星期我买一次啊，尤其是股票的周期比较慢。那么这些呢啊，大家的问题或者是一些想法啊，自己的交易策略拿不准啊，吃不准，不确定好不好用，可以跟我们多沟通。我们呢也不是说100%正确，只是呢我们根据从业的一个经验啊，差不多啊少的啊，像一些新同事可能3年的经验。那么时间久一点的，那么像麦克可能已经有20多年的经验了。那么加上我们自己也做交易啊，也有很多赚钱赚大钱的投资者啊，也是我们非常要好的一些客户。那么他们也会分享经验，所以说呢，在 Go Mice 大家更能够获得的呢是经验的一个传递分享啊，或者是相互探讨这样的一个啊收获。首先呢，我们还是给大家做一个风险上的提示啊。那么任何我们给大家的分享的观点呢，啊，包括交易方式呢，啊，都是我们自己或者是根据经验整理来的啊，并不一定适应所有人啊，有的人就是急性子啊。你说买个悉尼机场啊，今天跌了1%，我就是急得不行不行的了啊，我就是要一定要涨。那么跌了，只要亏了，哪怕20块钱，我都很难受。那么涨的时候呢，哪怕涨10块钱，我也觉得很开心啊。一年涨10块钱、20块钱，我也很开心。它呢，是每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而有的人呢，啊，他能够承受说，哎，我投了10万块钱，我今天亏了2万，明天呢我又回来了3万，因为市场波动很大嘛，啊，所以呢，我们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啊，一定要注意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人，千万不要是个慢性子啊，却做了急性子的事情，急性子呢去忍受慢性子的煎熬，这样的话对啊市场来讲的话，我们呢就是纯纯的韭菜了啊，因为其实市场收割的呢就是我们这些摸不清自己到底是什么性格的投资者。那么实名账户啊，这个大家都清楚了啊。很多朋友还是会问我们，这个资金在澳洲到底是否安全啊？那么我们这里可以100%给大家做一个保证啊。那么在澳大利亚所有的投资呢，对于券商来讲都是放在托管账户里面，公司资金和客户资金是100%隔离的。另外呢，Go Max 在2015年呢曾经披露过公司的一个经营状况啊，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查一下。那么当时呢是想要做这个 IPO 上市啊，现在呢因为公司啊股东啊和集团比较有钱啊，所以说不需要上市融资了。那么但是呢历史上可以看到的就是 Go Max 的啊公司和规模是足够大的，目前在全球都有客户啊，也有
像中东地区的土豪们啊，都是在我们平台上做黄金和石油交易的。那么欧洲的客户机构客户比较多，还有香港的一些机构客户交易量非常大啊，动辄一个星期啊就是几百万港币的一个盈利啊。所以说呢，这些专业的机构投资者呢，在我们这里啊也是一个长期的合作关系，所以说呢，大家不必要担心资金的一个安全问题啊。我们在澳洲不是在国内，澳洲的一个啊监管是全球排在前三的啊，基本上就是美国、英国和澳洲了。这几天股市下跌的很厉害啊，那么很多人啊也不知道是因为疫情憋在家里了啊，这个夫妻有些矛盾，还是说因为最近炒股炒的夫妻有矛盾了。整体上来讲的话，不管最近是什么股票啊，哪怕是之前非常鼎盛的啊辉煌的 Afterpay， 还是啊节节攀高的美国科技股，在最近的三四天时间里面，基本上都是清盘覆灭。还有很多人啊，在这个后面的一个 Afterpay 的追高啊，就是80多块钱冲进去了，然后现在是一塌糊涂啊，基本上跌了10%-20%，还有一些啊美国科技股啊就更惨了，大盘都跌了8%。那么股市啊对我们造成了这样心理上的一个阴影啊，到底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市场，到底是啊应该继续持有，还是说呢啊我们就应该及时的止损离场了，趁着我们家啊现在把股票卖了还能剩点钱啊，对吧？那说不定过两天这个啊剩的几万块钱都没了。所以说呢，我们要清楚的认识到，资本市场呢永远是有风险的，它呢跟做生意是一样的啊。我们在去年开餐馆的时候，对吧，开店的时候从来也不会想到今年竟然会来一次疫情啊。然后呢啊我今天还跟一个做这个咖啡店的啊一位投资者聊天啊，那他其实想不到，不可能想到，对吧？你想中餐厅还有外卖平台，但是呢啊这个咖啡店基本上就是在这几个月基本上就是没有任何收入了啊，只是在支出。所以说呢，任何市场啊都是有一定风险的啊，我们在进入市场的时候呢一定要考虑清楚怎么去控制这个风险啊。我们被股市挨揍了，对吧，被股市割韭菜了，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是怎么被割的啊，不能割了一茬又一茬总是割我们。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背景下呢，我们首先要知道的就是现在啊美国市场、澳洲市场、中国市场、香港市场它是联动的。从上周四开始啊我们就要知道是什么时间发生了这个拐点。上周四呢，美国股市纳斯达克开始率先下跌啊。我这里先给大家回放一下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现在大家能看到我的屏幕吗？啊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是两个屏幕，我不太确定大家看到的是我哪一个屏幕。现在如果是大家能够看到我的屏幕的，跟我说一声啊，可以看到我现在正在打开的是我们的软件。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现在呢因为我现在有三个仓位啊可以看到了，非常好，非常感谢。那么这个呢就是道琼斯的一个图形啊，我现在给大家先换成，我先解释一下，我现在有三个仓位，两个是买涨黄金的，价格是在1917和1929买入的，那么还买入了一张道琼斯的合约，是在27697买入的，那么目前呢大概都是赚了几十块钱啊，一共是赚了300块钱。然后呢 swap 这里啊，我们看到的是啊这个道琼斯的这个 swap 这里是正的4.88块，也就是说呢，为什么我鼓励大家去买这个指数啊，是因为指数呢会有分红。那么这个分红呢是什么时候给的呢？就是今天早上啊，我是9月8号，大家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这个我买的这个订单，正好看到这儿了，我就解释一下啊，这个是9月8号，对吧，9月8号买入的道琼斯呢 WS30，然后呢价格呢是27697，收到了4.88块的一个分红啊。所以说呢，让大家建议去买这个指数，是因为你指数里面的这些公司啊，但凡有分红的，我们就能拿到这个分红啊，不多，对吧，4.88块，但是也是分红啊。这个呢就是这个分红的啊，鼓励大家去买一些指数定投。那么 NDX 是上周开始下跌的，我们看一下日线的图啊，简单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我们去判断值不值得追入，什么时候抄底啊，那么就要看到它为什么下跌。右上角呢是这个四根日线下跌啊，从四天前，也就是说在上周四的时间，9月3号是上周四，对吧，上周四美股纳斯达克科技股开始下跌，
那么第一根大阴线下来的话，基本上把原来的上升的这个趋势线全部打破了。第一个上升趋势线的一个支撑位啊非常强，对吧？啊，是多头排列，然后呢一直在上涨。我们看到的它呢跌破了前面一天的这根小阳线，也跌破了前面第二天的一根大阳线啊。所以说呢，连续下破两天之后呢，基本上就预示着这个趋势的一个小趋势的反转。在此之前，我们看到美股下调多少天是比较正常合理的啊。在我们先数左边好了，那么它这部分呢是下跌了一天，对吧？这个地方呢是下跌了两到三天。这个地方呢是下跌了四天，对吧？这个地方是下跌了四天，这个地方是下跌了三天啊。所以说呢，美股纳斯达克为什么我们跟大家讲，就是说不需要特别恐慌呢？是因为三到四天的一个回调是非常正常的。对于任何一个大盘或者任何一个股票来讲的话，不可能每一天都涨，包括悉尼机场，对吧？不可能每天都涨。但是呢，我们允许它回调，会有考虑两个因素啊。第一个是时间，回调多久，对吧？第二个呢是回调的一个范围啊，就是空间，它回调下方有没有支撑，会不会打破这个支撑。我们只要解决了这两个问题，那我们心里就有底了啊，就有底了，知道我现在能不能进场抄底，什么时候进场抄底。那么如何去判断时间和空间呢？我们就要知道下跌的原因啊，原因到底是有什么。那么美国下跌的原因大家可以打在我们的这个 question 里面，或者是通过微信看的朋友呢，可以打在我们这个微信的下方啊。那么我可以看一下我们大家呢有没有对这个美股下跌一些合理的解释，我们也分享给大家啊，大家多分享一些啊。那么稍等几秒钟啊，二十秒钟，看看有没有人打出来一些这个原因啊。大家有自己感兴趣的啊，有解释到这个美股下跌的一个原因啊，都可以在这个好了啊。有人说其实大部分还是关于这个疫苗的问题啊，有人说这个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主要是川普说十月疫苗会出来啊，这位是啊郑啊，这个郑说的这个川普是十月份可能疫苗会出来，然后还有一个王啊，王也因为我不知道先生还是女士啊，所以就是王说的这个是美国总统要大选了，所以说一个是政治原因，另外一个就是疫苗。那么这两点其实呢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消息啊。那么疫苗为什么会反向影响市场呢？尤其是股票市场，它就是一个流动性消失的原因。之前呢我们传统意义上啊认为疫苗出来经济应该是向好的，但实际上呢这一轮上涨大部分人都知道了，讲到今天大家都是很理所应当的认为这个是流动性泛滥造成的，就是说钱没有地儿去了啊，大家都不投实业了，也没有人去开公司了，也没有人去，对吧，开饭馆了，基本上钱都涌到资本市场里面去了。所以说呢这一轮上涨呢，大家一旦发现哎有疫苗了，政府是不是就不救市了，就像我们是一个小朋友啊，后面还有这个父母擦屁股，那么央行和政府就是父母，他们帮我们去兜底，那么现在呢没有这个底部了啊，所以我们价格呢就会回归到理性啊，它是处于一个理性回归。那么这个呢看什么股票呢？看 Afterpay 呢，我一直就是说认为它是被高估的啊。那么在9月3号上周四崩盘的时候呢，上周四崩盘，我们看一下 Afterpay 在什么时候就涨不动了，在8月27号创出了最高点是95块钱啊，这是 Afterpay 股票8月27号就已经涨不动了啊，开始节节败退，从95块钱 Afterpay 呢一路下跌，跌到了9月1号的时候创出了一个当天的最大的阴线啊，就是说最近几个月中最大的一天阴线，从89块钱直接是跌到了84块钱，跌了5块多。所以说呢 Afterpay 这样作为科技股，它是率先开始了价值回归啊。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尤其是我跟大家讲过多次，我认为它的最合理价格就是60块钱啊，就是60左右，66也行，65也行，64也行，或者58、59都行，就是60块钱左右。所以说呢它就开启了一直的这个价值回归路线。因此呢 Afterpay
它其实呢以科技股为代表的已经率先的跑赢了大盘。什么叫跑赢？就是提前给我们做出了一个预警啊，在这个8月27号8月28号啊，包括9月1号，那么这几天的一个阿斯费的回调，我们其实就应该心里就应该警觉了，会不会引发科技股啊那些高估值的科技股一个回调啊。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其实呢啊，纳斯达克呢在最近几天呢是刚刚踩在了11000点的整数大关，并且呢是踩在了蓝色均线的一个最底部的这一根均线，现在还没有跌破啊。我们认为呢这几天的一个下跌啊，比之前一个月的基本上一个月的上涨的涨幅全部给干掉了。那么这样快速的下跌，很多人是反应不及的，并且呢资金会发生踩踏效应啊，挤兑效应和踩踏效应这两个是非常恐慌的。因此呢快速下跌之后呢，如果是能够伴随快速的反弹，基本上证明这个大牛市是没变的。如果快速下跌之后是横盘的话，那我们就要谨慎了，因为后续的动力不足啊。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关注几天啊，如果是大家做中长线投资者的话，我们可以关注几天，就是本周和下周两个星期的时间，如果是没有收复这根阳线啊，就是说在11580点以上，纳斯达克如果没有上去的话，没有产生一个反转，那么基本上我们的长线投资者就可以逐步离场了。至少美国科技股我们是认为短期不会再有更大的涨幅了啊，这个涨幅是跟今年上半年印钱放水的相比，就是动辄翻倍，动辄50%-80%的涨幅是不太可能了。所以说呢股市上最重要的就是量能，量能的释放，如果在这一波下跌之后呢量能被打击了，大家都是在观望的一个态度，那我们就要观望的比别人快，因为我们船小好掉船，钱少嘛，对吧，动辄几百亿啊，几千亿几万亿的那种机构资金撤不出来，但我们要撤得快一点。所以说呢这一天还有下周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半周的时间。那对于短线投资者为什么是可以继续买入的呢？就是因为它在这个均线交织的啊，右边这是五根蓝色的均线交织的地方呢，我把它的这个 K 线图啊缩小一些，变成一小时图，大家会发现它的一小时图呢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震荡走势啊，就是说它下跌的时候呢，它是下跌了之后创一个新低，然后呢开始回弹，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在上周五的时候呢价格是出现了反复啊，因为那个时候是有非农数据还不错，结果出现一个微型反转，然后呢又下来了，然后横盘，对吧，这样的一个走势意味着什么呢啊，就意味着资金呢还是有愿意去抄短线的。那么抄短线的朋友呢啊，如果你不是顺势而为，我们之前讲到了股市的话还是建议大家顺势而为，就是追涨杀跌，跌破线我们就可以做空。为什么要还是要大家一定要熟悉股指的交易，就股票指数的交易，是因为我们的个股啊大家不忍心割肉离场啊，那么我们就拿股票市场中的指数来做对冲。像这一天啊，在9月3号上周四的时候呢，一小时图形啊已经是连续跌破，先跌破了红色的线，又跌破了蓝色的支撑线，最后跌破了年线啊，这里是年线，跌破了，并且呢是快速强势跌破，那么基本上就开启了一个新的一个下跌通道。这个下跌通道是怎么看出来的呢啊，是红色线，对吧，红色线在这里，然后呢是蓝色线，然后呢变成了黑色线，也就是说它现在呢是呈现了一个下跌趋势，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下跌趋势啊，就是从9月3号其实已经开启了。那么对于做空的朋友来讲的话，那么就可以大胆一些了啊。那么碰到蓝色的线啊，这个位置碰到蓝色线，这个位置又碰到蓝色线啊，这个位置，对吧，碰到蓝色线呢，包括现在啊马上要碰到蓝色线了，那么就可以考虑适当的去做空，因为目前呢还是处在一个下行的一个周期里面啊。这是一小时图，那么对于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日内或者是两三天的这种短线交易者啊。再一次有人问这个年线是什么线啊，年线是144天线和169天线啊，144和169的均线，这个呢叫维加斯通道。啊，维加斯通道啊，144和169均线原理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非常简单但非常好用，基本上是一个中长期的
股票市场中非常有效的一个指标参考。然后呢，这个就是纳斯达克啊，我们现在已经是看到它处在一个日，就是说短线的一个下降的周期。但是呢，有很多人啊，像我啊，比较喜欢逆势而为，就是说去抢这个反弹点。那么这个账户呢，是我们在9月1号，那么公司给我开的一个账户啊，那么9月1号，那么存入资金是10万，那么在9月 3号开始啊，有交易啊，当时也是做空的这个美指，但是没空多少。那么后来呢，主要是在昨天的时候啊，就是9月8号昨天呢，想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去逆势做交易。逆势做交易其实难度非常大啊，但呢好在结果运气不错啊，还是赚了一些钱。那么盈利呢是在右下角，我们自己都可以看到啊，是1468块钱。那么这个是怎么做的呢？我把这个时间画成短线啊，就很多人想学这个做短线的，觉得很神奇啊，做短线好像特别容易赚钱似的。那么我现在先把这个图表先打到这个好了出现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啊，这个我买入的一个时间点啊，这是一分钟图啊，就是非常短的一个短线，就是说给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我买入的点是这个点，我买入的，我这里描出来啊，那么然后沿着虚线啊，沿着虚线，对吧？这是虚线，就是我一直持有这个短线的单，到什么地方离场啊？到这个地方就离场了啊。那么基本上大家看到，我基本上这一单呢是在一个一分钟图形里面相对比较低的一个位置进场，然后呢很快价格并没有再创出一个新低，然后呢就到了这个高点，对吧？在高点顺利的离场。那这样的短线交易呢，只要我们不犯错啊，或者说是我不是因为高频快速的一个交易影响到了心态啊，基本上我们还是能够快速的获利。那么这样的一个订单，我们的止损是怎么放的呢？假设啊，我们是在第一次进场是这个价格，那么它的低点是不是在这儿啊？因为这个点是刺到了这个位置啊，那么我们就把止损放在这个位置，对吧？这是止损的设置啊，很简单，就是前低。短线一定要设置止损啊，因为短线不设置止损很容易就变成长线了。那么前高是怎么来的呢？啊，前高呢，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蓝色的线呢，它还是一个下降的曲线，对吧？这是蓝色的啊，这么多条蓝色的都是强压力，对吧？它能突破就不错了。那么我们判定呢，目前的一个下跌，当天的周五的一个下跌情况啊，是一个空头非常强势的。我们说大势呢，大势是一个逆势，对吧？我们其实已经知道自己是在逆势做单，因为当时都是在下跌，包括今天啊，也是白天也是在下跌的。所以呢，我们如果买涨，那么就是逆势。逆势的话一定要谨慎，就是说我可以赚钱，但是呢，我的止损啊，我的止盈，对吧？我把这前面的低点，对吧？是在这里，前面的高点是在这里，对吧？那么这就是前面啊，这段时间给我带来的一个参考。那么它的价格的区间呢，就是在这个位置啊。所以说呢，基本上到了这条线以上啊，这个线以上，那么我们就可以考虑离场了。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第一呢，它已经满足了我们盈利的一个目标；第二呢，它后面出现了一根下跌的阴线，对吧？它没有像前面这几根线一样，一二三四连续上涨了。所以说短线呢基本上就可以考虑离场了，并且呢它这根阴线啊是跌穿了前面的那根阳线，任何 K 线图上面包括日线也是啊，日线我们刚刚也说了，为什么美股上周四出现了那根阴线，我们其实呢啊就是说可以开始做空了，是因为它阴线一旦包住了啊，就是阴包阳，阴线包住了阳线，包住了前面的阳线啊，这个是就是说空头很猛的意思，然后呢连续三根阴线又下来，证明趋势不改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了后面的趋势依旧是最后是下跌下来的。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分析了这一笔交易啊，然后呢我给大家这里先整理一下啊，整理一下我们刚刚是怎么去做的这笔交易。那么第一点呢，我们是判断的是大势，也就是说当天呢我们先判断出来
中线或者是一个中长线，那么它是下跌的啊，当天是下跌，前一天也是下跌的。下跌的这个理由呢是什么？是阴包阳，阴线包住了前面一天的阳线啊，这是在 K 线形态上非常有用的一个反转的一个信号，因为现在价格很高了嘛，如果一旦出现了阴包阳，证明空头离场或者是获利盘离场的这个速度非常快。那么我们在大市的时候呢，我们如果是想超跌反弹啊，我们是想做什么这个做反转，对吧，或者是我们做逆势交易。逆势交易呢，第一个呢就是要有止损，一定要设止损。止损呢就是前低。那么再一个，如何做这个短线的反转呢？我们首先要看这个进场点，对吧？进场点的话，我们刚刚的选择还没有跟大家讲过啊，就是进场点呢，任何的产品的下跌啊，它都是会有一个时间轴啊，时间轴。那么我们选择的时间，如果是在美盘已经开了的时候呢，比方说11点30美盘开了之后呢，它的下跌幅度呢可能是200点到400点，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去做一个反弹。但是呢，我那天做交易的时候呢，美盘没有开盘，没有开盘的话，那么这个价格呢是27900，这个价格呢是27800，就是100点大概呢是0.3%的一个跌幅。我们知道就是说做股票啊，或者做股指类的，尤其是股票指数啊，这种大盘的东西啊，它下跌的幅度呢不可能过高，就是说不可能太大了，中间没有任何反弹，这不现实啊，它中间一定是有资金的一个反弹的。任何的价格，为什么说现在有很多理论叫波浪理论呢？啊，我再把它给展开一下。啊，我把它缩小一下。好了，那么这个图形大家应该也是能够看出来啊，就是说你最好的一个进场点，那么它是从这一根开始下跌，对不对？这一根大阴线下跌，我们说出现了这种大型的阴包阳，基本上也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下跌的短线，对不对？它是把比之前所有的低点全部都低，然后呢短线出现了这种下跌，然后呢一路开始下跌。在什么时候开始反转了？我们如果是做短线交易的话，那么一定要就是说大家可能会盯盘啊，盯盘是一个很神奇的工作。如果大家在家里啊闲的没事儿啊，对吧，又不想跟太太吵架啊，那么也不想就是说看小孩儿啊，大家也没有工作白天，那么就可以尝试着盯盘。那么刚刚我们讲到了，就出现一个大阴线之后呢，没有像样的一个反弹，还是趋势不变啊，并且是红色均线一直在最下面，蓝色均线是紧跟其后。然后呢啊，这一根阳线啊，我们就要引起注意了啊，这个阳线，第一根阳线不能进场。不能进场的原因是因为它还是在这个红色的线还没有拉平，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干什么事情呢？就是现在在找入场点啊，刚刚讲到这个逆势入场点啊，我们先确定第一根阳线，先确定做反转的是先确定找到第一根反转的 K 线。好了，我们现在的已经是找到了第一根，对不对？第一根是在这一根，然后拉上去了。然后呢，第二点我们看什么呢？看均线有没有被拉平啊。均线是什么？就是这根红色的线，对吧？明显这个均线还是往下的啊，这里很明显是往下的。所以说呢，这根 K 线呢不能用啊。它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呢？这根 K 线不能用，为什么我们还要把它标志出来呢？它肯定是有作用的，对不对？你想啊，一个股价下跌的非常快啊，比方说啊，悉尼机场从5.5块跌到5.4块，又跌到5.3块了。这个时候，我心肯定是痒痒的，我想去买一点，对吧？那别人也想买一点，可能有的人觉得啊，我5.5块2毛5再进吧，啊，也有跌到5.2块5，肯定还有新的人进场去买。所以说，股票市场呢，好就在好在这个地方，就说它永远都会有人进来买，对吧？有人进来买的话，它就会出现这种价格上的一个反弹。所以说，这个作用呢，是第一，告诉我们有人开始进场了。短线有人进场了。第二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啊，告诉我们它有个作用是拉平均线。我们知道均线呢是滞后的啊，所以呢
一定是需要有一根 K 线、往上窜一下，把它给拉平了，这样呢它才会反转，对不对？如果没有均线拉平，它是不会反转的。所以呢找这个呢，我们就是说找反转 K 线啊，作用是拉平均线啊。我们都是实战检验出真理啊，所以说呢啊，跟纯理论分析不太一样啊。那么刚刚找到的第一根 K 线啊，这根是阳包阴，对不对？阳包阴的 K 线啊。那么第二根 K 线呢，它是刚刚阳包阴，对吧？那么这根 K 线我们把它保留住啊，我们也不关心它，也不关心它。那么最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呢，是最终拉平 K 线的，拉平 K 线的啊，是这一根，对吧？那么第一根我们是反转啊，第二根是不用管它，因为没有什么作用啊，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第三根它终于是拉平了 K 线，对吧？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为什么要找这个反向转折点啊，反向就是说它未来可能会导致我们需要找到的是第三个 K 线，那么就是说拉平 K 线的。找到了拉平 K 线，就意味着后面的走势呢可能会出现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红色线开始慢慢的向上排列了啊，那么跑到最上面了，也就是说短线开始上涨了啊。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去找到的一个点啊，就是这根 K 线非常重要。那么这根 K 线如果出来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去确认一下底部啊，那么底部是在这儿，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考虑进场了啊。这个呢就是短线的一个入场点啊，实话实说，那么这根确实是一个短线入场点。那么止损放在哪呢？止损就放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就是止损。所以说这个是非常简单的。那么止盈的空间有多大呢？止盈的空间呢，是我们要看到前面的一个均线位置，对吧？我们刚刚也讲到了，我们看两个，一个是均线，第二个呢是价格区间。我们在这里是出现了一根买入的信号，然后呢止损点设好了，对吧？啊，然后现在是找止盈点。那么止盈点我们看到前方啊，前方在两根大阴线之间是有一段盘整迹象的。那么这个盘整的一个区间我给它拉过来，然后再拉过来啊，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对吧？那么止盈了我就可以设在这个位置啊，这是根据前期的一个高点，我们止损是前期低点啊，那么现在止盈就是前期高点。再加上呢还有一个地方是什么呢？是这个均线啊，均线，蓝色均线。所以说呢当它冲到了蓝色均线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任何的一根均线处选择离场，选择止盈离场。我们也可以等到更高的一个位置啊，比方说这个位置。只不过呢随着价格的一个反弹啊，那么它上涨的一个幅度呢要根据什么来判断？要根据当天的一个大势情况啊。这个字儿写的有点丑，所以我们现在再总结一下啊，总结一下刚刚的我们如何去判定这个入场点。拉平均线，那么就是在第三根啊，或者第二根、第三根拉平均线，然后我们就可以买入。那么止损就是前低，止盈前高，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是均线密集处啊，就是说我们拉过来之后呢，这一单，所以呢这一单如果是我们止盈设在了蓝色均线地方，我们就止盈离场了。但是呢如果是我们比较贪心啊，我们设在了最高的地方这里，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赚钱。因为呢上周四和周五呢是美股大跌的一个啊，是下跌速度非常快，幅度非常大，所以说我们做反弹就不能贪心啊。然后呢这一根线我们也是啊，如果是我们下来了止损没关系啊，这里止损了，那止损了之后我们再寻找新的一个进场点啊，就是这个，这是我们的止损带，对吧？止损了之后呢我们又发现了一根线，对不对？又是一根大阳线，然后呢这是不是转折点啊，对吧？这一根阳线是转折点，我给它描的稍微粗一点啊，这根线是转折点。那么我们再去找拉平均线的点，是不是这一根啊？第二根阳线就可以拉平均线啊，它这个红色的线就被拉平了啊，大家仔细看一下是不是被拉平了，就是说这个红色的线啊，本来是下跌了，那么现在就被拉平了，甚至被拉着往上涨了。那么呢这根线啊就是我们的买入点啊，基本上从这儿就开始买入了。止损的话就设在这里，对吧？这个就是止损，很简单。然后还是止盈点的一个设立啊，止盈点的设立，我们前高是哪里啊？前高是不是这里啊？啊，上一次
我们没有离场的那个位置啊，就是前高，对吧？这两个正好是形成了一个阻力位啊，所以说呢，我们从这里买入，短线的话在这儿就支出了啊，就走掉了。如果是呢，我们如果这里啊没有走掉的话，那我们会后面又看到一根更大的一根阳线，就是这个位置啊，就预示着这整个的均线被拉平了。不仅是红色线被拉平了，蓝色均线也被拉平了。蓝色均线是一个长期均线啊，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再往后再跟进一段时间，那么往上就碰到了这个年线，黑色的年线止盈离场，对吧？这个呢也是一个止盈点，这个是黑色的一个均线止盈点。所以说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短线的交易方法呢，逆势交易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啊。现在呢，给大家总结出来的这几点啊，就是说大势呢当天是下跌的，对吧？那么是整体的日线啊，是阴线包了前面一天的阳线。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想做反转逆势交易的话，怎么办啊？一定要设止损，我们要去，然后就开始去找到第一根反转的 K 线啊。那么第一根反转 K 线找到之后呢，我们去找之后能够拉平均线的 K 线，那么我们就去追入买入啊，就是追进去买涨。然后呢，止损很简单，就是前低；止盈的话很简单，就是前高或者是均线。那么现在大家应该都听清楚了吧？啊，这个就是短线的一个交易方法和策略。然后呢，对于别的产品也是一样的啊。比方说，对于黄金啊，我这是随便拖出来一根黄金的一个一分钟的 K 线。我们还是按照刚刚的那个方式来啊。那么刚刚我们讲到了啊，说这个，对吧？这是阴线啊，一根大阴线跌破了前面的，就是说最低点的一个支撑带。啊，跌破了之后呢，趋势依旧是向下的。那这个时候我想逆势做交易怎么办？我想买涨，对吧？我想买涨赚钱。那么第一根阳线是不是这里？对吧？第一根阳线是这里。但是呢，均线有没有被拉平啊？均线没有被拉平，对吧？均线还是往下的，对吧？均线是在什么时候拉平的？是在这里开始被拉平的啊。所以说出现了这一根阳线之后，这一根阳线才开始拉平了。拉平了之后呢，这个就是我们的进场点，对不对？啊，这是进场点。然后止损是在哪里啊？止损是不是在这里，对吧？啊，这根 K 线最下边的位置啊，就是我描的非常粗的这个地方，这是我们的止损点啊。然后呢，我拉过来，然后呢，进场点也有了，止损点也有了。然后止盈点呢？啊，止盈点呢？那么第一个呢，是不是我上面的一个前高啊？对吧？前高这个位置非常高，对吧？在这个位置啊。那么第二个止盈点是在什么地方呢？是蓝色交织的地带啊，对吧？是不是这里？对吧？这一个地带，所以说呢，这一次黄金的一个短线交易呢也是非常成功的。大家可以看到，止损是在这里，进场点是这一根 K 线，对吧？这一根 K 线啊，我给它描出来啊，就是这一根，我描的这个粉一点啊，这根 K 线我们进场了，止损也设好了在底下。然后呢，我们会发现，哎，真的是反转了。那么止盈点是第一个位置什么呢？啊，第一个位置在这附近蓝色区间啊，蓝色区间我就止盈了。第二个止盈点在什么地方呢？啊，在这个。前期的一个高点，对吧？在这个位置就止盈了啊，所以说呢，这一次交易呢，我们是第一波赚钱啊，是赚了这么多；第二波赚钱是赚了这么多，那么基本上非常完美的，我们的短线又赚钱了。那好，我们再往后拉拉拉，对不对？是不是到了这个位置呢？它又开始下跌了啊，在这个位置它又开始下跌了，所以我们就不管了，因为我们在这个位置这里啊，整个的一个反弹的周期，左边反弹的周期，我们已经把钱赚到了。所以呢，这种方法呢是非常好用的，尤其是做短线交易呢，很容易赚钱啊。所以大家要根据自己的一个经验啊，我们再随便找一个，这里也是一个非常，就是我随便往后拖一拖啊，那么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寻找。然后我们刚刚是在这里获利了啊，然后价格又开始下跌了，下跌了，我还是想买涨怎么办呢？我还是要找 K 线，对不对？第一根反转的 K 线，那么这根反转的 K 线呢，没有让 K 线反转。啊，没有这个均线反转啊，就是说这个红色的线没有反转，红色线在什么地方反转？在这里反转了，对不对？大家看一下红色线之后呢，开始上涨了啊，所以说呢，这一根线才是我们买入的非常关键的一根线啊，就是这一天线啊，开始我人太乱了啊，这个图啊，我给它清掉啊，就是说第一根 K 线是买涨了，因为它把均线拉平了啊，这个呢是我们。买入的一个标记啊，就是在它的一个收盘价格买入，然后呢，第二根阳线是在这儿啊，非常小的一根阳线，然后丢开始上涨了。那么第一个止盈的话啊，那么就是在这里
对吧？就是两根黑色的这个维加斯通道啊，这个地方止盈了啊。那么第二个止盈呢是什么地方呢？啊，就是前高了。那么前高有点高，对不对？并且呢，中间还一直在震荡啊，没关系啊，震荡没关系，我们的止损是在这个位置，对吧？这个止损一直没有被打掉，因为后面的两个止损的位置呢，对吧？这儿和这儿都没有碰到我们的止损位，所以说我们一直会持有这个订单啊。那么最终呢是在这里啊，第二个地方我们止盈离场。所以说对于短线交易呢，这个方法大家比较简单的去可以学到，并且呢非常有效啊。这就是 K 线。逆势做交易啊，逆势做 K 线。然后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今天晚上的正文内容啊，这已经感觉过去了30分钟，讲完了这个短线的 K 线交易方法。好，如果是大家有问题的话，还是随时可以提问啊，我尽量多的给大家做一个解答。首先呢，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疑惑就是说，买黄金还是买股票啊？什么时候买？那么最关键，我们就是在考虑一个问题啊，就是通胀。现在我们虽然没有感觉到通胀，但是大家都一致认为通胀是肯定要来的啊。那么就必须要买资产，必须要买资产。黄金是资产，黄金也是商品；股票是资产，股票也是商品；房子是资产，房子也是商品啊。就是说，商品就是可以流通的啊，可以让大家去交易的、买卖的，就是说有成本的这种东西呢，都是叫商品。啊，所以说呢，投资是什么东西呢？投资就是说你未来有个人啊，他会以更高的价格把你的东西买走啊。为什么要买走呢？你肯定是觉得你这个东西啊要升值，对吧？升值是两个概念啊。第一个呢是它本身能赚钱，像股票，它公司上市公司本来就能赚钱，它市值越做越大，对吧？那你作为股东，你就乐享其成。那么房子是什么概念呢？房子的话就是你一个城市要发展嘛，进来的人越来越多啊。那么城，因为房子建的比较慢啊，可能你进来人啊，今年进来100万人，但是呢，你房子才能建十万套房子，所以说呢，可能有5-60万人没地儿住了，那么就大家就拥挤啊，就是说一窝蜂而上。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通胀之后的一个表现啊，就是说你的购买力是下降的，你想买的东西呢，它有一个升值的预期啊，就是钱越来越不值钱了。所以呢，通胀，但呢，通胀的趋势上行将对金融市场产生极大影响，这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那么什么叫这个趋势性的一个上行啊？这里会有一些解释啊，这也是一篇我们在国内的这个做这个基金的朋友啊，我的一个小伙伴啊，也是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买入片仔癀的小伙伴啊。片仔癀他们是赚了多少钱呢？赚了差不多应该是有6000万到9000万人民币了啊，就是在去年到今年一年的时间里面，片仔癀一只股票让他们赚了6000万到9000万啊。片仔癀这股票我一直以前网课天天给大家，就是经常会给大家讲吧啊，也说非常可以打保票的，说涨到200块没有问题，因为是我们自己人在里面去做这个股票啊，所以说呢，有这样的消息我们就应该去学一下啊，去了解一下。那么通胀这个概念，全球的经济是完全是相关的，对吧？第一次呢是什么时候呢？是这个美元跟黄金脱钩，其实就是美元贬值太猛了，对吧？啊，原来跟黄金可能是1:17啊，1:13，然后后来到1:30，最后感觉哎呀绷不住了啊，因为钱实在是太不值钱，大家都去换黄金了。为什么呢？它一定要脱钩呢？就有点像现在的港币啊，香港的港币要跟美元脱钩。如果不脱钩会是什么情况呢？如果不脱钩啊，大家想象一下，如果现在黄金跟美元还是强制的1:30啊，1美金能买就相当于是30块钱买一盎司的黄金，那我们现在是有多少黄金我们都会买多少，对吧？把所有钱全换成黄金了。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它一定要脱钩的原因啊。大家理解这个概念呢，就能够理解黄金未来的价格走势了。所以说呢，从1971年开始，大家呢就知道了啊，在长期的有信用背书的政治体系里面，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体系里面，纸币啊是最不值钱的东西，纸币就是个庞氏骗局啊，谁说它值钱，那就是政府说它是值钱，如果是哪一届政府完蛋了啊，那就这个纸币都完蛋了，对吧？但是你黄金的话，你可以在美国用，可以在中国用。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啊，大家是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人都是有同样的一个忧虑，就是说本国的纸币到底是值多少钱。那么1980年呢啊，当时的这个美联储主席呢啊，开始一个货币紧缩。那么什么叫货币紧缩呢？在大家可能来澳洲的时间不久啊，那么在1980年、1990年，包括2000年呢，为什么澳洲的这个房市那么稳健呢？每年就涨个3%左右，是因为它
利率非常高，澳洲最高的时候利率高达接近20%，就是你把钱10万块钱澳币放银行里啊，第二年银行给你两万块钱的利息啊，那个时候真的是太幸福了。所以呢，整个经济呢是非常平稳的进行。而什么时候是开始了这种很奇怪的经济周期呢？啊，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什么呢？是因为政府的欲望无法得到满足了。我们知道做一家企业啊，你是开一家店的，对吧？你想开两家店，当你买房，你有一套房的时候，你想买两套房，想买三套、四套房，那这个时候你的负债就会越来越高，因为你不可能像个印钞机一样天天印钱，你只能跟银行去借，跟银行借，跟朋友借，对吧？然后大家帮你去炒房，所以说你借了一屁股债之后，哎，你就想这个事儿不对啊，我这个钱我还要还的，对不对？所以你就开始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啊，就是继续买更多的资产，然后呢把这个负债的规模做得越来越大，这样的话你就是大而不倒了，就跟现在的银行是一样的，大而不倒。因为你如果倒下了，后面跟了几百万的一个借给你钱的人，对不对？他们的钱就拿不回去了，整个社会就崩盘了。所以说这个呢，就是目前银行的一个处境，大而不倒啊，就越做越大，这是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做的越大，自己就越安全，哪怕你坏账率足够高啊，但你也是最安全的，因为你后面是社会稳定的问题，就不是你赚多少钱赔多少钱的问题，社会安定的问题，是政府会不会倒台的问题。那么第二点是他们做什么事情呢？他们就是让这个啊购买力啊是越来越低啊。什么叫购买力越来越低啊？就是说让这个钱啊你放在银行里，或者是你的这个借贷成本越来越低。那这样原来我去跟你借钱买房了，我需要给你20%利息，因为银行利息就这么高，那么现在呢只有2%啊，3%啊，那这个时候我当然跟你借钱，疯狂的借钱。所以说呢，当你的整个的负债的规模越来越大，并且呢借贷的成本越来越小的时候呢，这个增长的速度是奇快的。而这个奇快的背后呢，最终还是要有一堆人啊，一撮人去兜底的。那么这个给他兜底的人是谁呀？以前中国有一句古话，就是欠钱要借钱要还，天经地义，对不对？现在你看看啊，我们看看，对吧？谁借钱了不还，那么就跟爷一样啊，就很牛很牛的，对吧？银行要求着他还钱，对吧？那如果我们不跟银行借钱呢，反而银行不理我们。所以说呢，这个社会目前的信用体系也好，或者是价值体系或者货币体系，已经是开始跟过去的我们传统的，像我们很多群体啊，是40岁、50岁、60岁、70岁、80岁的投资群体啊，跟这个时代跟上一个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资本观念啊，这个资本观念已经发生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拐点。那么这个拐点会影响什么事情呢？那么在1991年啊，当时这个苏联解体了啊，那么当时呢包括后来的这个01年中国加入 WTO， 中国也是从01年之后开始市场化，开始崛起啊，这个南方开始经济超过了中国的北方啊，由外贸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引发了中国新一轮的这个资产，包括很多来澳洲的华人啊，尤其是最近10年5年来澳洲的华人基本都是新晋阶层啊，那么就是属于享受了一轮世界啊，全球化的一个贸易的一个啊鼓励。那么在10年，当时是美国的一个次贷危机。那么当时之后呢，我们现在发现啊，一直到现在啊，这个10年20年的一个时间里面，全球处在低增长、低通胀和低利率三低时代啊。我们知道以前大家有这个高富帅，对吧？啊，你要有一个标准。那么现在的一个全球经济的标准就是低增长、低通胀和低利率，这三低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低增长就很明显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赚的钱啊比我们现在花的钱要少，对吧？那现在大家就是预期啊，如果我是家做企业的，我就是开餐饮，我就在 Bourne Street 上或者 Swanson Street 墨尔本 City 开一家店啊，那这家店去年给我赚了15万澳币，那么今年呢肯定是只顶多赚5万就不错了，那明年呢我谁也说不准。所以说呢，这种低增长的环境下，我今年肯定第一不会扩张，第二呢我可能要裁员，第三我要缩紧家庭支出啊，整个社会的消费就形成一个闭循环，恶性循环。那么低通胀是什么意思呢？正常来讲啊，我今年啊我是做经销商，对吧？我还是说餐饮吧比较好了解。那么今天啊卖一个盖饭，对吧？要15块钱，那么明年呢我希望能卖16块钱，对吧？后年呢我希望卖17块钱，就是稳定增长。我们买房子也是一样啊，希望它有一个3%左右的一个稳定增长。那么如果通胀率现在是零或者是负数的话，就证明我们今天进的货到明天有可能赔本了。做生意大家买房买股票和做生意都是一样的啊，就是说以更低的价格进货，更高的价格卖出去，就这么简单。但如果是低通胀的环境中，我们未来价格增长
就没有保证。所以说呢，做生意的这个积极性就会继续下降，投资的积极性也会下降。低利率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刚刚说的啊，就是说那些大老赖或者借钱很牛的人啊，能借钱的人啊，就变成老赖了啊，就是说耍赖。那么以这种利率绑架的形式呢，去让自己的资产做的规模更大啊，进而呢开始绑架社会、绑架政府和央行啊。目前的资本就是被绑架的，因为大家那些大的机构啊的钱太便宜了啊。从日本和欧洲，当时欧洲是负利率，日本也是负利率，从这两个国家融来的钱呢，无成本啊，对吧？并且这两个地区的国家央行也在源源不断的印钱，印了钱之后呢，欧元印了那么多钱，他没有在欧洲，日本印了那么多钱也没有在欧洲，他都跑到美国去了啊，他都跑到其他国家去了，抄底去了，跑到中国去了，对吧？这公平吗？这不公平。你印了那么多钱，最后呢都换到别的国家去买别的国家资产了，然后你后面还在源源不断的印钱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中，就会引发大量的像日本财团，对吧？什么各种会社呀，什么株式会社呀，那么他们拿到钱之后都去中国，像这个软银的孙正义集团，对吧？那么包括阿里也是他投的，对，凭什么他能投阿里？就是因为他的钱，跟纸一样啊，他拿一堆纸换你阿里的股份，他开心呢？他当然很开心了，对吧？那么这个呢，就是说产生了像孙正义这种啊，我们普通人觉得他很牛，其实他就是一个老赖，他就是懂了这样的一个全球的经济政策啊，他做的越大，越没有人敢动他，那么各国的央行政要对他越是支持，而他获得的资源也就越大，所以说形成这样一个循环，而最终呢，他们不需要为他们所犯的错误买单。像孙正义投的 WeWork 其实亏损非常严重啊，亏损据说上百亿美金，但是没用啊。为什么没用呢？啊，就是因为他上百亿亏了就亏了，他后面的日本政府或者其他国家政府还可以再给他钱啊，所以就是这么简单。像我们买股票一样，你后面有一台印钞机让你源源不断的买股票，你说怎么还能赔钱？新机场跌到5.5块，我买1000万的，跌到5.3块，我再买2000万的，跌到5块钱，我买4000万的。那么我只要有无限的钱，在赌场里我们都知道，只要你的筹码能不停的翻倍，那么你最终只要上涨一点点，就全部能够本金就翻回来了啊。所以说呢，这就是说目前那个游戏规则对我们散户其实是非常不利的，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要尝试跟他们的利益绑在一起，并且呢对自己的资金实行一个管理啊，避免我们被一次割韭菜啊，全盘皆输。所以说呢，全球目前呢定价的一个金融资产啊，就是瞄定美元和美债利率。为什么现在啊，之前我跟大家提到过，一定要关注美元的一个反转以及美联储啊，我在广播中从上周四就开始提到，包括上周二也提到了，就是要关注美联储现在不放水了，就是疫情啊到了后期，美联储的美元不放水了之后呢，美元开始反弹啊，澳元开始回落，那么股市开始下跌，它也是一个周期。而美元之所以强，是因为它是需要在海外购买的，那如果美元弱，它就是需要美国做出口的。美国呢现在是一直在打压中国的出口，对吧？它是希望本国企业能够回流到美国，并且呢美国的产品要出口啊，所以呢要美元要下跌。那么到了一定的周期底部呢，加上它现在印的美元太多了，那就要做什么事情呢？它印的美元如果是越跌越厉害，那大家都不要美元了，对吧？啊，他要让美元在海外购买其他国家的资产，所以说呢，这样的话美元就会再重新回到一个升值的周期里面。而美债呢也是一样的啊，所以说美债利率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当然了，我们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去看一下啊。所以说呢，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呢，它其实呢就是一个剥夺和被剥夺的过程。而汇率的这个，为什么澳洲人你同样是工作啊，赚5万块钱一年，你到中国就是按照1:5的汇率变成25万、30万了，这其实不公平的，因为大家做的事情、工作的时间都是一样了，甚至中国时间工作的更久。但是呢，就是因为汇率上的控制啊，所以说呢，汇率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而目前的话，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还有很多的内容啊，那么就不给大家讲解，主要是大家要明白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刚刚给大家讲解的短线的 K 线交易的一个方法。第二呢，就是各国政府啊，目前在极大的参与到这个新的游戏规则的制定中啊，我们作为散户呢，要紧跟最后一班车啊。那么这个呢，就是中国基建和澳洲基建的一个比例啊。那么中国现在的高铁长这样，澳洲的火车长这样啊，所以说呢，未来其实在澳洲政府那里可以有两大项目可以做，除了房地产以外，还有一个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第二呢，就是金融资产的一个重新规划啊，资产结构的一个规划。所以说呢，我们要紧盯澳洲未来的一个基建类的股票，包括新机场，包括铁路的修建，
包括这个Central Link 吧，啊 City Link 还是叫啥我忘了啊，就是说那个高速公路的那只股票，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基础设施政府项目的一个建设啊。那么另外一边呢，就是金融资产类的一个重新的整合配置，澳洲的养老金规模应该是全世界前五大的啊，非常巨大的一个养老金基金。但是这么多的钱啊，怎么用，对吧？会投到哪些公司作为导向 ？AMP 感觉是没戏了，天天出丑闻啊。但是呢，我们能不能找到下一个比较厉害一点的，能够作为国家主权基金的一支上市公司啊？那么这样的金融公司还是有希望的啊，能走出国门。那么之前麦考瑞银行，麦考瑞是澳洲唯一一家投行，它的资金就能走出去，所以它的股价表现比四大行好很多。四大行呢，就是一个卖地的啊，就是坐吃山空目前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我不认为除非是它未来能跟政府的基建项目挂钩啊，那么如果是走金融项目的话，还是要关注麦考瑞投行，如果在这一波能够回调到100块钱以下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新机场呢，大家不需要特别担心啊，下跌 2%-5% 无所谓。那么在疫情好转之后，随着人口开始流动啊，机场开始运行，再加上未来呢新机场进行扩建等等的这些项目，将会给它带来更多的一个收益。那么在未来的1-2年时间里面，我相信呢大家对标一下上海机场啊，我认为它的股价不会有太小的一个涨幅，应该会比较大的一个涨幅。那么今天的内容啊就这么多。纳萨克的话还是按照什么方式呢？按照定投的方式啊，这个月买一点，或者这周买一点，下个周再买一点啊，避免当我们一次性把弹药打完啊，弹药一定要是省着点用啊，就像之前的800一样，对吧？你每一发子弹打出去都要打中敌人啊，让敌人感觉到疼。好了，那么今天的这个内容就这么多，后面其实之前都给大家讲过，就是如何选股啊，就看产品、潜力、财务、团队和 K 线啊，可以这么多看这么多的内容。短期的均线呢，就是用这个普通的 moving average 就可以，就是说三天、五天、十五天、十天、二十天这样均线啊，就是短线的。那么中线的话就是30、45，对吧？然后60，长线的话就是刚刚说的啊，11144啊这种线，这个叫代弱固比均线啊。好了，谢谢大家的参与啊。那么明天晚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啊，时间有所调整，那么关注一下我们的广告和推送。是由我们悉尼同事给大家做讲解直播啊，两位同事，谢谢大家。